那今天在我讲到之前，我先不讲到，我先报告跟分享一些我们教会的一些大事情，这是 Pastor Chris Chris 牧师他特别交代我的几件事情要跟大家分享。圣诞崇拜我们破了记录，这边来了超过总共15场的崇拜，超过了10000人参加，好，所以这是我们大事情。废墟堡因为新堂比去年足足多了1000人，这个也是非常大的事情，动员了500位同工。好，再来，还有是我们圣诞新观念，有没有？我们来募款来奉献给这些在我们麦迪逊里面，甚至是有一些是在远在非洲的都有，这样一些慈善的这些公益的机构，让他们能够有足够的资金去动员哈。上一页，所以我们特别看到这个 Central Hispanic。这个是我们华语部特别被安排为他们祷告，所以我们平常的弟兄姐妹在你生活中带祷的时候，请你记得为 Central Hispano， 就是这个拉丁美裔的这些伙伴呢，他们在麦迪逊有这样的，算是他们一个文化中心跟一个社交中心，一个辅导中心啊。好，那其他这个都是我们合作伙伴，大家如果有空，你有兴趣，你有负担，可以上我们教会网上一个一个去看他们里面到底是做什么。好，那下一页是我们看到收到很多我们这些资助的这些伙伴，他们写给我们的一些感谢信，一些回馈，说什么，哇，我实在不敢相信各位对社区的尾声真是不可思议又美好的贡献。还有下一个是我们谢谢你们提供的一切，你们的志工对我们的使命的奉献，还有友谊跟祷告，非常感谢你们。好，再来，然后我们这次圣诞新观念11、12月总共募款了超过33万美金哦，然后重点是这个全部都不是我们教会使用，全部捐给我们刚刚看到那些慈善跟公益的机构。好，再来，那再来的话，这个是另外的，就是我们知道教会我们每年都会办2次大型的这个活动，那有1400位的大学生来到这里参加学习日，这边有大学事工的人哦，所以。好，那这个就是我们教会表达对大学生的关心最直接的一个事情，让他们有学习空间，让他们有东西吃，让他们有诗歌可以听啊。那我们动员了超过400多位这个弟兄姐妹在这里提供食物，在这里做食物，在这里出钱出力，感谢神。我知道当中也有很多弟兄姐妹也有参与，所以非常谢谢大家这样子无私的付出。那最后下一页是我们的，这是我目前一般的奉献的一个状况，我们实收是在410万左右，但是我们的目标截至目前就是说1月底应该要收到的是460万，所以我们其实还有50多万的这个短缺。所以弟兄姐妹，如果你有感动，你看到教会的这个需要有这个是一个奉献的很好的一个机会，因为我们目前确实是短缺的。那感恩的一件事情是什么？我们现在的奉献的户数已经成长了，从原本的1700成长到1900多户，所以谢谢众弟兄姐妹愿意成为 把这个教会当成我们属灵的家来做出这个十一的奉献到这个里面。那十一的奉献之外有所谓的这个 REACH 基金，这是一个外展的，都是拓展性的事工。比如说呢，我们盖了废墟堡的那个新堂就是用这个里面的钱，但是这个里面的钱不是全部都拿去盖废墟堡的分堂，有很多是资助我们刚刚的那些伙伴，或者一些其他没有列在里面的，不是慈善机构，是教会，当地的小教会需要被建立起来，需要聘牧师，找不到牧师，没有钱请不起牧师等等，就是也是用这个 REACH 里面的钱。好，所以目前呢，我们已经累积到了这个1100万，快要到1900万了。那这个的话应该在今年的6月底会结束掉这个项目。所以这个也是我们非常值得感恩的一件事情。那如果在一般奉献你有感动的话，弟兄姐妹可以借这个机会。那我再次代表 Chris 牧师，代表教会所有的牧者，向各位献上谢谢。各位，我们的奉献真的是能够在基督的国度里面，在地上落实出来，这些钱成为有用的福音的出口。好，谢谢各位。